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汪哥说电影，我是弟弟。我们今天来看一个高分的科幻短片《怀旧者》。电影一开始，父子俩正在对弈，窗外鸟语花香，看起来一副祥和的样子。突然，爸爸动下了自己的眼镜，一瞬间，爸爸眼中的世界开始变化。儿子急忙询问爸爸怎么了，爸爸安慰儿子，他的眼镜坏了，现在要出门去买一副新眼镜。临走前叮嘱儿子不要四处乱跑，因为外面不安全。 他走后，儿子百无聊赖地看着屋内的旧照片，发现了一张自己的照片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爸爸的痛呼声，儿子急忙担忧地跑下楼，犹豫之后，他打开了门。 出门发现外面的世界十分美妙，看起来也并不像爸爸说的很危险啊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爸爸会阻止他出门呢？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两个玩耍的小孩，两个小孩抬头看见他，立马尖叫着跑掉了。儿子一脸懵逼，原来事实上儿子只是个机器人，而爸爸曾经是一个军事技术人员，现在只是一个失去儿子的游民。 爸爸为了逃避黑暗的现实，创造了一个美好的虚拟世界里，他和儿子就生活在里面。可是他的眼镜坏掉了，他准备出来修眼镜。一出门，他就撞见了一个混混，小混混抢走了他的虚拟眼镜。于是他准备再去买一个新的眼镜。新眼镜刚拿到手，民兵就出现了，因为这个世界的虚拟眼镜是禁忌之物。 眼镜小贩为了自保，将他关在了门外。爸爸很快就被两个民兵打倒在地。这时，机器人儿子出现了。儿子的眼睛看见的还是虚拟的世界。 他很不理解为什么民兵要打他的爸爸。爸爸看见机器人儿子，连忙吩咐他回家。儿子却央求民兵放过他爸爸。其中一个民兵揶揄的笑了：一个机器人居然认为自己是人类，这在他看来是多么可笑的事情。儿子不解的问他什么意思。民兵生气的用电棒将他打倒在地，同时也打破了他的眼镜。 儿子终于看到了现实世界里的爸爸，也从水面看到了自己的倒影。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别的小孩看见自己都要逃跑。一切的一切，他都明白了。一瞬间，愤怒和悲伤占据了他的情绪，他切换成了战斗模式，攻击了那个准备再次攻击他的民兵，抢走了他手上的电棒。另一个挟持他爸爸的民兵也被他吓走。战斗模式解除后，机器人儿子又恢复了原样。爸爸缓缓戴上新眼镜。 眼前的儿子又变成了乖巧的小男孩，可是男孩无法接受自己是机器人，他转身离开了。爸爸从柜子后面找到了他，他拥抱了机器人儿子，说会为他清除掉这一段记忆。儿子取下了他的眼镜，让他看清了真实的自己，并对爸爸说：“我爱你。”随后他自己打开了记忆清除键，就这样父子俩继续上演着虚拟的生活。 电影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逃避现实的故事。现实有很多不如意，人们不愿意去忘记，也不愿意去面对，所以人们总是喜欢在虚假中寻找乌托邦。但在虚拟世界中所感受到的，到底是真的还是虚假的呢？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见。